我来吧，啊！这是药，丁香、大黄。谢谢。这是云长特地带给你们的。谢谢小姐。有什么好吃的，也不让我尝尝？哟，远之今天穿这么帅，有什么重要的活动啊？说对了，我今天同学聚会。哦，同学聚会你穿这么好看啊？不会是那个龅牙妹要来吧？ 不是姐，你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呢？那个，姐，江湖救急，帮个忙呗。什么忙？这次同学聚会啊，对于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。我呢，想让你装一下我的女朋友，去帮我7个人。 你想气龅牙妹让我陪绑？我都追了她好久了，她就是不表态。你就装我一次女朋友吗？哼，不行。哎呀，就一次，你又没有什么损失，好不好？起开。这样吧，你看医馆里谁顺眼你就带谁去啊。哎，丁香吧。可以啊。 楚姐姐，你帮帮我的忙呗。云长，哎呦，楚姐姐，我知道你最好了。啊，云长，三字经。哎呀，楚姐姐，你最好了，好不好？就一次，好不好？帮帮我，我知道你最好了。哎呀。 好吧，那个下不为例啊。就这么说定了。来，远志，医馆开到了，我自己回去就行。那怎么行？楚姐，你愿意陪我参加同学聚会，还愿意假装我的女朋友，比我那个凶残霸道的姐姐好多了。<笑> 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同学聚会呢，也不知道有没有给你丢人啊。没有，我们那些同学都很羡慕我，说我女朋友很漂亮。可是那个龅牙妹好像并没有被你气到。嗨，其实我是骗你的，我没想追龅牙妹。那你让我假装你女朋友干什么呀？ 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在想，如果你真的是我女朋友该多好。远志，你别开玩笑了。天佑，我想和你说件事情。那个医馆还有些事情要忙，我先走了。